我叫陆少洲，一家知名图书出版社企划部的经理。陆经理早。早。虽然私底下我经常会看些狗血的耽美小说，但我一直是个很有品味而且很沉稳的人，最起码外表给人感觉是这样。可是最近我好像有些反常，其原因据我冷静的分析是，我恋爱了，对方叫段小庄，是个男人。这是一个耽美写手和一个黑粉读者因为一段囧 H 引发的一场同样囧囧的爱情故事，周末连个逗号也没有啊，累死我了。请听悬疑期原创个人耽美广播剧，一定是我写肉的方式不对。嘿咻嘿咻。陆经理，这是您今天早上要的文件。好，你辛苦了，下去吧。今天局大居然两更，点进去看看。最近一篇耽美文他一直追着看，因为其一，这是他的偶像菊花苏的新坑，其二，里面的小兽男主的名字正好就是他的名字陆少洲。今天两更，小锅炖肉，哼哼，香喷喷的哟。我们都知道段庄主是一个禁欲系，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淡雅如菊的男子。他在那个时从来是不言语的，只是耕耘着耕耘着，默默的耕耘着。陆少洲想要配合他，手往下移到了他的裤头，直接伸了进去。这时段庄主默默地按住了他的手，有点难堪的道：“你不要动。”啊？我说了，你不要动，更不要出声。他就像僵尸一般直挺挺地躺着，这场欢爱就在幻灭的唯美的气氛中激烈而充满刺激的结束了，就这么毫无征兆的结束了。这是肉，这是肉吗？你妈连裤衩都没脱呀，动都不动啊。奸尸都比这段写的有情趣好吗？写的那么囧，到底糊弄谁呢？你以为大家都像你那么没经验吗？行，硬说这是肉是吧？哼，我成全你。事件作者菊花苏的文章涉嫌色情反动信息，作者非说他这张是肉，所以我来举报试试。我相信黑球文学城官方的判断，如果管理员傻妈锁了这张，我们就放过作者，如果您没锁，我就去鼓动读者们讨伐作者。万分万分感谢您的支持。 PS 我真的不是来捣乱的，打扰您了。 OK 确定。是小庄。请进。陆经理，您要的冰咖啡。嗯，谢谢啊。那没事，我就先出去了。哎，等等，小庄，下个月呢，咱们出版社要承办一个大型的作家签售活动，我想这次呢，就由你来做活动策划。哦，啊，陆经理，您说什么？哼，让你做活动策划。因为这次的作家签售活动非常重要，许多的名家和畅销作者也会莅临，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就要开始加班，
而且没有加班费。又加班？陆少洲，你不带这样了啊？真的，这么重要的活动真的要交给我吗？我可没什么经验，怕干不好。新人呢，是需要给锻炼机会的，你要有自信，加油啊。谢谢陆经理器重，我就先去工作了，你再见。好嘞，他好像一下子就出去了，好快啊。我还没和他说两句呢，这家伙就又跑了。又加班，这么受累不讨好的活动就让我这种存在感超低的新进小职员来策划。陆少洲，你吃撑了又想虐我是吧？三个月了，自从当了你的下属，我就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段小庄，给我泡杯咖啡，别加糖，放两勺鲜奶。是，陆经理。段小庄，这一沓明信片呢，都是 Lady 们寄给我的，一一回复，记住语气一定要怜香惜玉，你懂的。是，陆经理。今天的早餐，柳橙汁加草莓味的慕斯蛋糕。是，陆经理。段小庄，今天加班。段小庄，这份文件重新写。段小庄，段小庄，段小庄，段小庄。所以说，陆少洲就是个禽兽。可是刚才陆少洲的表情，我好像从没见过。你要有自信，加油啊。好帅啊。段小庄，你是怎么了？人家笑你就春心荡漾了，真没出息，别忘了他一直在压榨你。算了算了，想他干嘛呢？对了，我得写个公告通知读者加班不能按时更文了。哎呦我操，我被举报了，原因是色情。我这么纯洁善良天真可爱的人怎么会因为色情被举报？尼玛，举报人还是陆少洲？天哪，耽美大神快来救救我吧。先看看评论。卢主你好，卢主再见。庄主，这是种么样的腥风血雨？恐怕这位陆少侠病得不轻啊，要不要请个大夫瞧瞧？给跪了好吗？亲，您的马叫不要这么没好行吗？本宫以为若此上书是文中小兽君不满其被段庄主行通京师的多舛命运而不远万里穿越到黑修文学城来一诉衷肠，想必也是极好的。说人话。巨大的肉纹果然好蛋疼。这是纯捣乱的吧？还管理员撒吗？这是脑残啊，还是脑残，还是脑残啊？万分万分感谢您的支持，这种拍马屁的话都说得出来，你以为你淘宝客服啊？哼，评论不要这么一边倒啊！我怎么觉得意外的很萌呢？哎，又有一条新评论。我就叫陆少洲，真名。真名，陆少洲？不。服了个是吧？服了个是吧？心情不好，打开电脑爬上网，满屏是吐苦水，好诉衷肠。仔细看，还有一个人点了举报，哪个混蛋？是哪个混蛋？满怀信心，好不容易炖出来的肉。居然被这么对待，哪个却处置不了这么个小手。第二天，段小庄上班一直没精打采的，原因很简单，他被那条我就叫陆少洲真名的评论给吓到了，并且一夜都没睡好。用菊花酥的笔名在黑修文学城写耽美文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了，
现在他拥有大笔的粉丝和拥趸，可谓是耽美写手中的大神。这篇被投诉的文是段小庄在工作三个月后，因为受尽了陆少周的 SM， 为了泄恨才专门用他的名字开了个新坑，在他笔下的世界里尽情的虐他。段庄主，我错了，您饶了奴才吧。可是昨天的那条评论让他怀疑，他的顶头上司是不是已经知道有这篇东西的存在了？这货不是真的，这货不是真的，叫陆少周的人多了去了，怎么能就这么巧呢？对，绝对是这样。可是万一他真是陆少周，那该怎么办呀？不行，我不能让这么一个关于名声大忌的问题困扰着我，我得想个办法去验证一下。对，这样就行了。可是怎么验证啊？耽美大神，请赐给我智慧吧。请进。哦，是小庄啊。不错不错，面色红润，万人迷，不像是知道内幕的。怎么，策划案这么快就写出来了？啊，不不不不，没有，我就是想，陆经理这么忙，晚饭已经好久没正经吃过了，就要不我请您吃个饭吧。什么情况？小庄居然主动请我吃饭？难道我要守得云开见月明了？不行，这时候我应该淡定。哼，这个要请呢也是我这个做上司的请。再说了，你一直帮我买早餐，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正好我请你。咱们去哪儿啊？你定吧。最近公司门口有家新开的日式料理，要不咱就去。还是去我家吧，我给你做饭，先去买点菜。我操，那你要决定毛线？你想做什么菜？我可以帮你打个下手。哎，你怎么了？我会做西红柿炒鸡蛋。然后？不会了。靠，那你不早说。还是我去做饭吧。经理，你先去歇着吧。你大姨夫的，说要请吃饭，买了这么多菜，竟然只会西红柿炒鸡蛋，你好意思吗？我切我切我切切切切切切切啊！疼死我了！怎么了？切到手了？我看看，快拿水冲冲。你切得这么深，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切菜就不要心不在焉的，你看，血都止不住了。他是在担心我吗？哎，你干嘛舔我的手啊？放开！帮你止血啊，你看你一动又流了不是？我给你去拿药箱。哎，今天他没事吧？突然这么温柔，难道他暗恋我好久了？段小庄，你是 gay， 不要以为别人都是好吗？不过要怎么才能套出他到底是不是那个举报我的人啊？陆经理，你看《霸王别姬》吗？李银河你知道是谁吗？啊，不行不行，这也太明显了吧。哎，对了，就问咱们作者签售会要请哪些类型的作家好了，要不要考虑一下耽美畅销作家呢？最近似乎在女性读者中很流行呢。嗯，这个貌似也不太好吧。过来，还愣什么神呢？快坐下，
我给你上药。天哪，竟然把这个给忘了。这是什么？这不是我的实体书吗？他怎么会有我的书？难道他是我的脑残粉？可是为什么会在药箱里？就这不是我的啊，是我妈的。对，我妈妈的。你妈妈好 fashion 啊，可是为什么会在药箱里啊？多不卫生啊，快拿出来。这又是什么？亮瞎了我24K 白金的桃花眼啊，这两个字母别告诉我不是 KY 啊。这个也是你妈的？不是，这有什么问题你问吧，我都会告诉你的。啊，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问题一，这润滑剂真的是你妈的？好吧，这个问题过。你喜欢看电影吗？霸王别姬喜欢吗？喜欢。就这么简略啊？那也喜欢读这种小说？常读，不过最喜欢菊花酥的小说，很轻松，郁闷时看了心情会变得很好。偶尔呢会去他的专栏给他留评。啥？你喜欢我的文还举报我？有你这么当读者的吗？知不知道和谐时期写下去是多么多么多么苦逼的一件事情啊？哈，你是不写文不知道写文的苦，站着说话菊花不疼啊？你的意思是说你就是菊花酥？我刚说了什么？天哪，你去死吧，你是猪，你就是头大笨猪啊。陆经理，这刚刚的话我能收回吗？你说呢？不能。那个就是啊，见我手破了，回头再请你啊，我一定请你啊，再见。那你的问题还问不问了？什么问题啊？比如说我为什么总是让你去给我买早餐，为什么总让你去对付我的那些爱慕者，为什么药箱里会有你的书，还有为什么现在抱着你不放。为什么？因为我喜欢你，我喜欢你。你要干什么？教你如何写 H 啊。陆经理，别这样啊。叫我少成。少中。陆少周人呢？不是吃干抹净就跑了吧？我老婆，你醒了？老公的爱心早餐。你大姨夫，谁是你老婆？给我死开！小庄，你坏，人家的第一次都给了你了呢，竟然叫人家死开！嘤嘤嘤嘤，鬼才信你是第一次，第一次能技术那么好吗？还不是每次都一边看着你的书，一边想着你的样子，自己练习的吗？你还练习？不要脸！在公司怎么没看出你这么变态？以前不是为了给你留个好印象吗？怎么样，是不是被迷惑了？迷惑个毛线！原来你一直歪歪我！你还不是一直在书里用我的名字玩命的虐我？我还没找你算账了，
你倒好，恶人先告状。有了，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好的惩罚措施。这什么呀？喂饱我，我再告诉你。放开你个混球。其实陆少周的惩罚措施很简单，就是天天压榨我，然后再把我们黑球的事情写到小说里。尼玛，结果就是不用人举报就张张都被锁了呀。讨厌的段小庄，抢我台词，恨死你了。